在娱乐圈每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评选四小花旦，能被选上小花旦可是对女星的一个肯定。接下来小编就带你们看看小花们都有谁，郑爽她的一举一动可是备受网友们的关注，时不时就会上热搜。虽然曾经也被黑过，但是她的真爱粉还是很多的。一部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和杨洋这对 CP 得到了网友们的喜欢，还有即将要播出的《悲伤你》，刘成河和马天宇出演，网友们可是满心期待迪丽热巴这位90后的姑娘。可是现在最热门抢手的明星凭借克拉恋人一炮而红，一路走来实力圈粉。他的又一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也在拍摄中，和高伟光在续前缘，关晓彤是童星出道，一部《好先生》中的彭嘉和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最近与鹿晗出演的《甜蜜暴击》也在火热播放中，因为关晓彤和鹿晗的恋人关系招来了不少的黑粉。不过这几天他的发展速度很快，周冬雨凭借着《山楂树之恋》从青涩的少女一路走来，被网友们质疑过，然而在《七月与阿生》中得到了网友们的好评，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演员。杨紫也是为童星出身，《家有儿女》之后的一部《欢乐颂》给他带来了创新，最近热播的香蜜和邓伦出演可是得到了网友们的好评，播放量直线上升。不知道这几位90后的女星谁才是你们心目中的小花旦。